鱼龙舞，黄金缕，恰如本朝风亨玉大之相。不愿流俗者，唯远离雕车宝马，静立于灯火阑珊之处。我苏家择婿，不看出身，而看品行。宁立恒伙同匪寇刺杀朝廷命官，带走。宁立恒，这赘婿的身份掩藏得好。皇商只是一时之力，吞并苏家才是我想要的一家独大。大胆贼人，袭击朝廷命官！我想除了杨善，传授在下武学如何？若非为商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不学也罢。在这儿我可以是血手人徒。宁恒，我是朝廷命官。你